皇上为了答谢西伯母你身怀六甲依然谨守岗位，特别炮制了一道佳肴给你。咁生嘅呢碟肉丸是由烟火腿、冻食火鸡肉同烟三文鱼制成，即开即剁，珍贵非常嘅。谢皇上娘娘赏赐。西伯母神机妙算，但佢万万都算唔到，保质期较长嘅冷藏即食食物都易含有李斯特菌。孕妇唔彻底翻热就食，轻则令婴儿染上顽疾，重则导致流产。但预先防止添置雪柜存放食物都一样有菌，因为李斯特菌系低温下依然存活嘅。